我是王耀，我跟大哥呢是1976年成立成家班，等于是第一代成家班的成员。哇，79年9月1号加入成家班。1982年加入成家班。1984年。哇。80年代大家都是竞争对手，就大家都不攀比，他们都要匹配，都要竞争，最终斗争的武行身上。快攻下来，总有空隙下，后续会碰到一个栏杆呐、啊，他开砸，卡通片一样的。故事通也简单，但是我们可以受得起，受得起。上个警察有一个飞虎队，但是他们那样从来不被人看的，成家班就跟那个一毛一样的感觉。要去韩国拍外景，那时候他就叫我们起来说，跟某位公司，他签，他当武术指导，我们就当助，就跟着他。我觉得还不是好，还更前面。好，下面的一些镜头，我们来成家班吧。不知道他穿的衣服有多威风，只刻那个成家班一个 logo， 每人一个，哎，一穿就忽然间就不同了。大家就穿一样的衣服嘛，然后啊就去，啊很威风的，万众瞩目就看看我们怎么跳楼。成家班还有英雄的，我有成家班想做英雄，不是英雄感，只是一种荣誉感。生命作赌注，投下了英雄故事。我说你看看特技，你衡量你能不能做，你衡量你能做了，你站上去就不能下来了。这个动作100%我满意，我才收服。We don't ask why, right? We do it or die。真的没有见过我在香港。权威人士嘛，这个动作你做的，你就是权威人士。我没有杀到人，我真的是谢天谢地。究竟是去医院还是去殡仪馆？不知道。当人不是人，我当我自己不是人。要我能做到，你们就能做得到。没有说不行的。你不行，陈龙一看你就是不行，他都说行，咔这样摔下去，广东人就打三五，就啪啪啪，有节奏快。我没事没事，撑不下来可以。我们以前叫的用命，会换我们现在这个那个名字，成家班。当初是还没有什么感觉，我出来之后，自个拍戏之后才感觉到大哥的人品好。大哥刚好是那个最前的，他本来是叫做最前终极，我说我拍了一个最前是。他立马就是把那个通知下面人家海报，所有的海报改了，还有拒签了，让我拒签三个都活下来。所以我如果你去做一个动作之前，大哥跟你说晚上我们吃饭，那都麻烦，这个动作的肯定都存在你大哥，这等于你必须得顾，必须得安全的。人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有生命。人家说你把命交给我，放心啊，我在这里有海绵垫啊，怎么样啊？来来，这感觉到很温暖的。大家是兄弟，是伙伴，是一世的了。我很开心，我是生长在那个年代，真的真的。今日成家班，终身成家班。不认输，不认输，犟脾气，好胜心强，我们这条人就这样。难度工作危险，你告诉人家他的特点，但是现在就是他的活，
这个就是他生存的价值。现在很好，有相当特技演员。演员啊，其实那个演员，我觉得应该像宋开吧。其实他就在帮我演的戏。有人会对你以前的电影、而家的电影嗰个动作系对比，我希望他哋嘅新嘅一批嘅对比系比我哋旧嘅一批更加高。我希望。拍一部就给自己套了个光环，就像那个世界杯的球队拿了一届冠军，他的胸口就会贴一个五角星。我现在有个，龙的精神，大哥创建了这个成家班，就要把大哥这个精神传承下去。他真的会告诉你如何做一个好人，如何去尊重电影事业，如何尊重你当下干的每一件事儿。So I joined the team in 1996. That time, everybody called me Jackie Chan's first foreign disciple. 我做电影呢，한영화만더한영화만더하면서여기까지왔습니다 Then you know it's all work. This i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Jackie Chan's stunt team.They did movies not only in Asia, but worldwide. I think he was caught in Danny. He wanted to go to America, Hollywood. I said, good. Until today, we can go to the world and go to the world. There are 1 million people now that become 7 million people. Today, even if I got the Oscar, this Oscar is going to be shared. This year, the Jackie Chan Stunt Team 40 years anniversary.我呢，也是看着成龙的戏到老的。我们的精神就是说，生不死打不死，就拼命的干，干到现在。跟成龙同在的这些影星大概都不在第一线，但是成龙仍然到今天还是中国电影的中坚力量。一个人很难做到，一个班底就能做到。必须一些还是有一份这个是教育一起啊。1988年呢，我哋拍奇迹呢，成龙呢大哥嗰班张华、我星河咁样去，即系做翻，写住成家班啦。真的应该感恩，不是感恩成龙，是感恩他们每一个人曾经付出过。即系点样都好，我有呢一个经验，我都不枉此生。你有时候觉得以后再说，有时间再说，真的是有时候你来不及说，因为我没有机会再去重新认识了40年的朋友，所以我很珍惜现在所有的旧朋友。无数的武行冒着每天生命危险断手断脚，而把一些动作明星，包括我，变成一个动作巨星，所以我们要感激他们，感谢他们，要感恩他们。反正我们成家班第一代的奖，我是当年的成家班，他们努力3年、5年、7年，我10年，那么多年还是一个成家班。对，那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了，不用再说了。今年是大哥40周年的成家班聚会，到时候很希望看见你们。年轻的一辈听我说这些话，有没有后悔我们在成家班？